四场嘅赛事即将举行啊，交俾搭线。最后入闸陆鼎记，全部马匹准备投档，四场赛事四班，千四大热，暂时显示11。黄旗就已经系举起咗嘅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新境界咧就慢闸噶，前面快嘅马啦，见到外边啊自来金上抢啦，中间有黄衫嗰匹咧就再大大嚟噶，内栏位置就红红咧，亦都出闸快嘅，中档咧咁啊仲有鹿鼎记咧外边嘅马啦，有呢只咧就样样大道，最出系星际精英啊，咁啊大约跟住个第七位啦，内栏龙船快啦，外边就东风一号啊，咁啊再见到后多层嘅马啦，就美丽新星啦，粉红眼罩嘅走咗去内栏噶啦，尾五位置系麒麟啊，后边嘅马啦，大红心啊拍住。乜谁乜谁啦？尾二系新境界，暂时堕后咧系万事之光嚟嘅。转呢个八百米弯啦，前面放头嘅马咧就外边位置嗰只自来金啊，再大大就一路响佢入边咧就顶住佢啊。第三位嘅马分别有埋边嘅红红啦，外边啊星际精英啦，样样大道，外边红衫大面菇啊第五位，不过好早望空啦。内栏粉红眼罩，美丽新星啊，中档仲有鹿鼎记，攞到出边嘅马咧，咁啊见到有呢只大红心啦，同埋乜谁乜谁嚟噶。好啦，斗到嚟最后300米到啦，前面。透出嘅嘛，就系、是、红红啊！咁啊，见到外边星际精英啦，出边位置追中嘅洋洋大道啊，内栏嗰边啊再大大，马林后边上咗少少咧就万市之光噶，斗到嚟最后咧百零米，红红仲系占先嘅，星际精英第二位，外边有洋洋大道，最出新境界，埋边啊麒麟啊，接近终点啦，红红架眼就变身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，星际精英同埋麒麟系相当接近啊，咁啊至于第四名嘅马咧。咁啊，外边位置追咗上嚟咧，系新境界11号咧拍住一齐过咧，仲有一只洋洋大道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红红呢、这个眼罩加咗好耐噶啦，结果变身跑第二名，真系近啊！14号麒麟过唔过到力弱嘅星际精英咧，就要影相第四名红衫洋洋大道出边仲有一只新境界啊！我嘅红红啊，咁啊霍宏星嘅话，临尾就15倍胜出。第二名咧，硬下硬下嗰只麒麟咧，有机会影到第二喎。咁啊，同只二号啦，星际精影相争二三，第四咧就11号啦，洋洋大道。洋洋大道好蚀。咁啊，5号、14号、2号、11号啊。头马赢二马一，有1/4个马位啦，二马赢三马短马头位啊。咁啊，2000蚊 Q。咦，今日波件事两个第二啊！系啊，咁落飞嗰啲马好似只只都麻麻地喎，系乱噶啦，赛前啊，所以跑尾都唔觉得意外嘅真系。不过我估唔到，真系戴咗一个开缝眼罩，红红变身变得咁快啊！仲要赢甩噶。美丽新星嗰啲又唔系好好啫喎，今日拍翻啲地干翻啲都。睇下第二名张相啊，见到咧麒麟啊上嚟点线先啦。今日星际精英都前咗蒙空。咁睇下第四名啦，洋洋大道啊，顶得住外面新境界嗰个趋势都唔错嘅，出闸又慢咗啲。但系你见今日周俊乐操控好咗啲。咁啊，睇下3-1啦。A 三乘其他冷门咧，就系22.5。由于有呢个越洋转播关系啊，马上睇呢个第四场嘅巡逻影片。起步咧，最外档嗰只新境界就俾隔篱东风一号啊、大红心啊、乜谁乜谁劫一劫啦，结果佢就慢咗。但系翻嚟都追得好啊！呢只马咧之后如果再转配备，大家留意啦。前你睇嗰只万事之光唔知做咩事喎？早段咧只马好似唔愿展步咁啊！今日见阿蔡明少发咗去几边咧，越吞越后嘅只马，望一望个鞍添。前边就自来金喺前边啦，星际精英啦，鹿鼎记啦，埋栏就再大大，红红守住包厢位置嘅，中档龙船快啦，出边洋洋大道三搭望空嘅，贴栏第七美丽新星，灰马就系东风一号嘅，跟住涉咗内栏就麒麟啦，尾四大红心，尾三乜谁乜谁，尾二新境界走翻上嚟接近啲啦，就系嗰只万事之光。咁啊，跑落步速又唔慢喎，系头段慢咗2线啫，其他第二段快翻啲，第三段就正常，同标准差唔多。拉云都系中等步速赛事嚟噶，咁啊，头马红红，咁啊都见到状态靓翻，又肯跑翻1400，咁啊都变身啦。始终呢个路程系最好路程嚟嘅呢只马，咁啊今日咬住个黄金包厢位正晒添，咁啊只路一出嚟都奠定胜局啦，后边嗰就系得个追字嘅啫。咁啊，大红心今日点啊？掟出外档又唔系冲好多，咁啊，再大大就
咬唔到，咬到个好鬼翻嚟，亦都唔系话好多嘅。咪系杨洋带到佢，佢又成日都系依位翻。但红心又唔系好冲啊，掟出去。诶，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就系五号嘅红红，独赢150蚊，位置派45.5，跑第二名咧14号麒麟啦，位置派78蚊。跑第三名二号星际精英，位置派23蚊，跑第四名系11号嘅杨洋带到，连赢五搭14，派2041.5。二重彩五号14号，顺序派4136蚊。三重彩五号14号，二号顺序派34066蚊，单T派4276蚊。位置 Q 五搭14派606蚊啦，二搭五派167.5，二搭14派317.5。三支头关咁啊，爆咗冷门啊！四连环预计派彩二号、五号、11号、14号派6411蚊，都难揸胆啊！呢场啊，四重彩预计派彩啦，五号、14号、二号、11号，顺序派28,7759蚊啦。